好，那我们现在用十万人的掌声来欢迎我们这个主办单位的 David 老师，掌声有请。好，阿罗哈，阿罗哈。那大家好，我是 David 老师哈。那我是台北人。那这几年在新竹推广，从第一届开始，那陆陆续续今年已经第七年了哈。那首先很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好，那我们现在先欢迎从深圳来的朋友来，请举个手。好，那我去年是今年还去年去年去参加他们深圳的第一届的乌克兰嘉年华。好，那这位老板是这位法国人啊。对，那个 Johnny 算是他里面的推手哈。那透过这样的交流也很开心，就是把他们带来台湾这样。好，那现场还有很重要的推手哈。那个 Sam， 哦，大家有没有听过香港乌克丽丽的 store？ 哦，老板都在这里哈。好，那我们热烈掌声欢迎，好不好？好，来，掌声欢迎，欢迎你们 ，Welcome to Taiwan，Thank you。那除此之外，也很感谢各位就好朋友的参与啊。对，那我其实今天我有一个 partner 哈，他是爱迪生的美国来的，那他临时。陈讯息说他生病了，好，所以我先为各位开场一下。好，那刚大家有没有看到前面有一组跳舞的？好，跳什么舞知道吗？呼啦舞哈。好，那我第一首我为各位带来一首夏威夷歌曲，叫 Hawaii Aloha。来，掌声欢迎一下。好，谢谢。首歌吗？当然有，太好听了，我们还想再听。通常这时候会再喊一下安口酒。好，那下一首也是比较轻松的歌曲哈。
这首比较 Bossa Nova， 叫 Girl from Ipanema。 来，各位再次掌声响起。哇，非常的这个让人放松啊。好，谢谢大家。哦，那顺便打一下小广告哈，因为我今天刚好就是我的新书哈，就是二指法的书，哦，刚好今天也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好，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哦，等一下可以在那边帮大家签名这样。哦，帮大家签名是吗？哈，哇，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只有今天有，对不对？那可以一次买个20本吗？多签几本有没有？好，我们再次的感谢我们的 David 老师哦，真的非常难得的机会，大家可以倾慕哦，他这个现场都做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演奏。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今天的一个新书各位也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甚至能够直接做购买，现场也为你来做签名。那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 David 老师啊哈。Okay, okay. 那据我们所知，我们这举办第7届的嘛，对不对？对。是什么动力让你能够这样持续的这样做一个举办下去呢？什么动力嘛？我想主要就是各位好朋友哦。就是因为每年办完以后，总是会有一群小朋友问我说：“哎 ，David 老师，我们什么时候还会再办？”对，那我后来发现说，其实主办像这种比较大的活动，对于学习乌克丽丽来讲是很重要的哦。因为平常可能大家都是几个好朋友一起弹，就是看到了表演的模式，大概就是会比较固定。哦，那办这种比较大的活动，像我们这次有邀请夏威夷、日本、韩国、泰国哈，让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比较不同的表演。那看到表演之后，回去动力也比较大。哦，这也是因为David老师有到世界各国去表演，所以才能够邀得请他们过来这样子了哈。对，因为这次来的朋友几乎都是在很多在夏威夷认识的哈，或者在泰国、日本、韩国。就你每次到当地，你都会认识一群朋友嘛。然后就像我去深圳啊，认识他们就。
对，邀请他们过来，好，或者像香港啊、哦，是。Okay, 所以我们明年也会继续举办下去吗？这一定要的。各位，明年还要不要再来？好，要谢谢。那我们再给 代表 是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好，谢谢，谢谢。谢谢